弯曲中心主要由挡钢筋的钢筋支撑架、长度定位装置、弯曲装置三部分组成。这三部分的动作分别采用数字控制，工作精度高，反应速度快，可正反弯，能弯曲多种形状的钢筋。本系统具有结构简单、易操作、效率高、功能强、维护方便的特点。在控制系统中输入所要弯曲的钢筋参数后，启动系统，定位小车移动，钢筋支撑器伸出以支撑钢筋，放置钢筋，对钢筋进行定位后，转动盘转动进行钢筋弯曲，左弯曲时候右钢筋支撑器伸出，右弯曲时候支撑器伸出，对于不同的钢筋直径选取不同的芯轴和驱动销，最后钢筋弯曲完成，钢筋支撑器和定位小车回位。